原标题：史上最仁慈皇帝，从没杀过功臣。五虎将享尽荣华富贵，全得以善终。与很多开国皇帝都比较血腥、比较残暴不同的是，尽管也是武将出身，但赵匡胤在当上皇帝后却从来没有干过杀功臣这种无聊的事儿，也被称为史上第一温情皇帝。其实看一下他当时的处境，就不难明白他下这个决心有多难。要知道，在他建立宋朝之前的五代十国，不仅江湖上是打打杀杀，就连朝堂上也一直是腥风血雨。然而对于和他一同起兵的五虎将，他又不能够相信，毕竟皇位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。他此前还算是柴荣的好兄弟呢，他不也干出了黄袍加身的事儿？他能够做到的事，凭什么认为别人就不会做呢？不过为了避免那种血腥的画面，也为了维护兄弟的感情，他采取了一种最出其不意的办法，就是通过设一场酒宴，轻轻松松的用杯中之洒就把麾下那些将领的兵权集收回来呢。先来看一下王审琦和张光汉，这时候他们两位并没有因为失去兵权就回家养老，反而还继续在朝中为官，死后也受到了朝廷的追封。虽说这些都是虚名，但至少说明了他们都享受了荣华富贵，还落到了善终。展开全文，高怀德和张令铎这两位，一个当了皇帝的妹夫，另一个和皇帝成了儿女亲家。皇帝能够对上面两位将领那么宽厚，对这两位就更是好的不得了。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还是石守信，毕竟他当年还和太祖皇帝结拜过兄弟。这位则是很听话，回乡当了富家翁。不过有很多人却认为赵匡胤在这件事上很是有些妇人之仁，能斩尽杀绝的事儿为何不干，偏偏要睡觉睁一只眼，这样提防着不累吗？还有人说，既然舍不得这些将领，那还不如让他们都掌管军队，何必这样做呢？这完全就是在养懒人吗？毕竟这些人什么事都不需要做，就能够过上富贵的生活。其实这些观点完全是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形势。在赵匡胤之前的那些将领之所以动辄敢于以下犯上，除了他们自身位高权重以外，与他们都是显赫的贵族身份有关。这些人树大根深，势力庞大，这才是他们敢于造反并且能够造反成功的关键因素。设在五代十国时期，没有哪个皇帝能够破解这个顽疾。对于赵匡胤来说，打江山的那些年，他和下面那些部将一样，都是在柴荣手下效力，只不过风云际会，他碰上了好运气而已。想让下面那帮人服气，还真是很困难的事情。这就是他不敢对这些人动手的根本原因。其实说穿了，就是皇帝给他们一个高姿态，多给他们一些赏赐，以此来换取皇权巩固，这是在做交易而已。备注：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侵权，请联系删除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